来，我先买个开关，再去后面。好，幸运好吗？十七，怎么会这样？十九，来个十七十九十七十九十七十九吧。好，然后比大小五十，五十四，四一，四二，我大一点，四六，吓我一跳！为什么这两个数字粗细不一样？对啊，四二，那么多你一号，多我一号怎么样？四七，拜托拜托，小一点。哇，两个相同，有一个 Y 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三个相同，来个五千五千五千，拜托。这有好多个一哦，这样子到底是多少？没有啊，这个比较细，这个比较粗，要看。嘿嘿。英文的粗那个数字粗细大那么多，两个相同，两个相同，怎么办？超不晕，嗯，干，零一十四。